各专业的最终归属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优秀的日语翻译家。我的希望看到的是 Action！ 本田さん、故乡的樱花又开了，大大的好啊！卡啊，真标准，日语说的不错嘛。嘿，专业的嘛。选择兽医专业，让每一只小动物都得到善待。沉浸式修马蹄。罗丹说过，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切的偏见，从而表达自己所想的东西。喂，你油漆都刷不好，还有条缝的？哦，不是啊，老板，这是我的作品来的，这是充满了后现代的矛盾与控诉。而且为什么在墙角有条缝呢？因为绝处逢生，这就是个重生的。我的毕生志愿是投入考古工作，代表沉寂的文化向后世发声。各位，我们在这里休息十五分钟啊，不上厕所就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和田玉啊那些啊。你是去看古迹看兵马俑吗？休息一下马上就去了嘛，而且这里都是古迹啊，开了很多年的这个店。